我们有信心让台湾在民主、自由与繁荣的道路上持续壮大。选对的人，走对的路。2024，让我们团结一致，再赢一次。你好，我是赖清德，我是萧美琴。2024这场选战是攸关台湾是否能稳健向前的关键一役。国家需要具有经验、能与世界接轨的掌舵者，引领台湾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。我们是一个准备好的团队，我们有信心让台湾在民主、自由与繁荣的道路上持续壮大。选对的人，走对的路。2024，让我们团结一致，再赢一次。每一天，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对不起。用不一样的速度，尝不一样的味道。Hungry for the road all my life。听不一样的歌，开始我们不一样的每一天。我们不一样，却都也一样。一样有礼貌，一样勤劳，一样诚实，一样有爱心。一样正直，一样热心助人，一样客气，一样好客。认真的你，值得选出跟你一样好的。选一个和你一样好的人，赖清德。